上的肉身是神自己固有的无有的肉身，神的灵是至高无上的，神的灵是全能的圣洁的公义的，那同样他的肉身也是至高无上的，也是全能的圣洁的公义的，那同样他的肉身也是至高无上的，也是全能的圣洁的公义的，这样一个肉身只能做出公义的事情，做出对人类有益的事情，做出圣洁辉煌的伟大的事，能做出违背真理违背道义的事情，更不可能做出背叛神灵的事情，神的灵是圣洁的，所以他的肉身也是不能经过撒旦败坏的，神是与人有不相同实质的肉身，是与人有不相同实质的肉身，因为撒旦败坏的是人而不是神，而且撒旦也不可能败坏神自己的肉身，所以尽管人与基督同样生活在一个空间，但是只有人能被撒旦占有利用坑害，而基督却永远神的，永远都是不可能。